是世祖英雄，一个时代又怎可以没一两个枭雄出现？1970年，香港出现了一位枭雄跛豪。香港回归前，英国对殖民地香港管治松懈，于是又出现了另一位时代枭雄。有没有听过龙志强这个人？700万元大劫案，最终他背着炸弹去勒索，现在还在外面大摇大摆。你要多少钱才肯放回我的仔？怎么样？给定不给？喂，你做我看，如果你今次成功入刀局的话，一定会做些犯法的事，但你要记住，你是一个警察。为我这个新加入的弟弟干一杯。今次的目标是何不凡，他是全澳门最有钱的人之一。他的目标可能不是何不凡，很大机会可能是马空头。我留在这里只是想报仇，如果我离开他，他一定会对立我。你想怎样？何天，我帮了你了。